吧？对。所以我找你们队长说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办一场马拉松大概要做10000件事情啊，所以一定会有很多问题。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，这是一场临时性的活动。在无锡的一年365天里面，其实只有一天是马拉松。李哥，B 区。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几位爱好跑步的人，啊，然后一起开始我们，组建了这个汇宝赛事的运营机构。那个时候我们当初的想法也比较简单，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跑步，喜欢马拉松，喜欢参加这些比赛。那也想自己开始尝试着办这样的比赛，啊，所以大家一拍即合，然后，2013年年底我们就来到无锡。从第一年办无锡马拉松开始，我们所谓的价值观就是坚持，我们赛事是以跑步的人群为核心的服务方式。发展到今天呢？我觉得大家因为都懂跑步，也都亲身参与过这些比赛，所以可能对在比赛中跑者的方方面面的需求自己更有体会，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部署也都会更接地气。马拉松金牌赛事嘛，是第一次来无锡跑马，这也是第一次嘛，所以想尝试一下。还特别那个，准备一些生日号码布啊，我就有拿到自己的生日号码布。之前有举办过一些类似于像炫跑之类的活动，我也有参加，一直是一个忠诚的爱好者。想到了所有能够作弊的地方，他都给你考虑到了，然后就基本上没有说替跑这样的一个。你台什么时候完啊？要明天才开始干。我上马上一会儿过来找他。理论上他拿不到这个人身份证，但是他如果拿到了，来领我们不要给他，因为他是冒领嘛。13173。有用意，这个事儿，对，不是白弄那个蓝条的，是有目的的。这次无锡国际马拉松赛，我们是第一反应全程的医疗保障。那么我们的标准是这样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有人倒下，2分钟我们的急救队员一定到他身边。比如说心脏骤停的这种情况，有一个叫做黄金4分钟啊，4分钟之内必须开始进行 CPR， 就是胸外按压复苏，然后最快时间里开始出颤，开始把它复苏。否则的话，每延长1分钟，这个人的救活的概率大概就下降10%。是我们这次的赛事直播呢，我们是欧洲的这个传媒巨头拉加戴来做的整个的赛事直播，那境内和境外都有这种画面来放送。So the technology works in exactly the same way, and the production approach is the same. The difference on a bike race is much longer, and it goes much, much faster. 我们 director 那个 technical manager 还有那个字幕是英国的，还有那个转播的事情有那个 Tour de France 的兴趣的人，他有几年，所以他从法国来，还有我们的 technical manager 是德国人。
天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都会有断电的这个状态，因为早上起来七点多钟开始，然后一天下来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，那到四五点钟真的就大确实得断大概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那样，有的时候可能就靠在椅子上眯会儿啊，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出去大概绕着体育场走两圈。A 区这是 A 区的队尾，哦，啊 ，A 区队尾后面应该是 B 区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是专业来组织这个比赛的，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我们都见过，能想到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就是，在提前更早的时候，把当天的情况给他们虚拟出来，让他们明白比赛那天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前面到他们都往前，从告诉他们应该是怎么出交通事故的，这边这么拦着，再往那边，这是跑道。到时候 CS 穿出一个什么开关裤。把南大门整个堵了，然后只留一个安检门，让所有的人从一个安检门里走。这边他们堵了大量的人，要出事了，我操！把咱们一万多人这么拦着，这事就安全了，后面要挤死的。在组织一场比赛的过程中哈，尤其是在比赛当天，比赛开始进行以后啊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啊，就是见多了就习惯了啊。那当时的想法就是快速想到赶紧怎么去解决眼前的问题。我让他往前走，对，让他从那边往那边走，把那边打开一个口子。你摆了桌子，摆了桌子，不能那场摄影。你是哪的？出去，没有我们证件的下来，快点！你给我看中了人。那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and say hello to the world。今天不错，跑不好那就是个人能力问题。出发！
所以这次满意吗？绝对满意啊！相当满意。哎呀，子晨这兔子当得太稳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反正就不管了，他跑快了跑慢了我就跟着咬牙跟。能分下来吗？我觉得最后可能257比较靠谱，没想到最后255以内，我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每个城市都要办马拉松，但是以我们的专业标准看，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够具备办一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标准。无锡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非常符合这个标准的。真正当你完成一场比赛的时候，无论是原来是作为选手参加，还是作为组织者，啊，完成一场比赛的时候，你的那种满足感、那种成就感，会让你把之前的一切痛苦都忘掉。周而复始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参加每场比赛的时候，都会有这么一个循环。那我们办每一场比赛，其实也是一样。那价值观是，首先它是一个比赛，是一个普通人参加的。有正式标准的比赛，只是在这个比赛中，有的人是超越别人，更多的人我们能给予他们的就是超越自己。只要他能实现了超越自己，就是他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最大意义。先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。各种服务的话都是比较好的，在无锡肯定跑的，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荣幸。本来明天晚上没时间睡觉，为这事儿多耽误俩小时，一帮人没必要。江南大学里面还有个半程的饭店，这是原厂的杆吗？对呀，就是原厂的。我拿过来的时候，给你们测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就拿着一根杆子试一下。